台湾话，甲状腺肿大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大暗鬼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指甲状腺肿大，也就是甲状腺内分泌系统中缺点的一种代偿性反应。若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，则不宜吃海带、紫菜、盐等或含碘高的食物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